好，走，拿看看，走。等一下你第一个好了，因为你会冷。啊，会中了，会中了哈，啊，你不会中哈，那就第一个哈，好，那这个就这样子哈，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捶它，好，这样捶啊，好，这样捶它，好，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们要热闹一点，你们可以唱歌，好，这样我们这边的原住民他们在姜妈节的时候，他们会唱他们的丰年祭的歌。好，因为庆丰收嘛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当然你们不会唱嘛，好，那你就唱你们新加坡的，好，新加坡的歌都可以。这个哈，哦，要女孩子哈，哦，要先捶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越捶它越黏，很黏，这个啊，麻吉会很黏，所以很难出力，啊，哦，所以后面男生由他们壮丁。有他们壮丁来，后面有他们壮丁来。好，你的家乡在哪鲁湾？你的家乡在哪鲁湾？从前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年快吗？就是什么？是你。切要给对，我要整齐耶。没了，回去了。那等一点，你一点什么？好，再转啊，沾一下花生粉，不，那个芝麻粉。哦，那农家。